从右到左，让大家呢来捕捉最完美的圈圈。哇，每一次圈圈出现都是这么样不同的风格，就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在你们的相机、你们的记忆体都有完美的圈圈形象。所以今天呢，瓜姐问她特别挑选这一身黄色，代表我们的这个黄山军力量的这个服装，让大家呢感受我们的热情。现场有很多人穿着我们的这个黄色的制服嘛，在这边都感谢大家一起很团结的聚在一起哈。所以呢，再让大家呢捕捉5秒钟的时间，5秒钟，君君帮我们挥挥手好不好？爱心啊，我们要很多不一样的 pose 啊，让大家可以一起来拍照。哇，今天大家都很有秩序，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热情。所以我现在先不打扰大家，因为又要拍照又要喊，很累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认真拍一下 ，OK？ 哇，好，再换一个爱心吗？哇，这个爱心最可爱了。最后3秒哦，3、2，后面，对，后面，哇，把视线看远一点哦。1，掌声鼓励一下。